想学数学。取消铅笔。我已经削了三年铅笔，为什么还不肯教我数学？时机未到。有了全校第一的学霸笔记，我就能考进一中了。孽的物，把笔记还我！老师，你教的题目都太基础了，我要学难题。胖达，你为何要背叛师门？从今天起，为师教你数学，你要考过胖达。这道题我只教一遍。看好了，答案是208200。菜啊，只有三个月就学会了乘法，你一定能战胜胖达。让你见识一下乘法口诀的厉害。一一得一，三三得九，六六三十六。呵呵，我学乘法的时候你还在削铅笔呢。99999乘以二，平二乘九大于十二，减一八变九。啊，都好痛，算不出来。用减法，用减法。下次你一定赢不了我。将士们，把可乐干了，明天决战一定要赢。朱将军，粮草不足，不能浪费啊。肚子好撑，我去睡觉了。糊涂啊！过了十二点就是明天了。上上上！偷袭！啊！哦，好难过，死了！不愧朱将军组织聚餐，破晚阵击退了派军的夜袭。朱将军破敌有功，赏208200。哦吼吼吼吼吼！平时太累了，玩音乐放松一下。士兵都在睡觉，别在这敲。人来啊！交警！好像没事。不行，我不能放弃音乐梦想。敌军真的来了，停！又在骗人！朱将军是很勇啊，以一人之力扰乱敌军。哦吼吼吼吼吼！老师陪你们把一桌敌再巩固一下下哦。谢谢老师。这里人多，建议不说话。他们换地方了。什么？快跟上！小强，提克能给我吗？啊，这。换课啊！行动。
老师，把体育课还给我们吧。我们已经半年没上体育课了。好吧，好吧。考试结束，通通举起手来，把笔放下，别笑。我就让你交出来。阿达，能先把答题卡给我吗？不要，你们老坏老师死了！把卷子给我看看，我教你。啊！拿到卷子了。59分，不及格。外星人弹夹真是都快撑不住了、我有办法让他们恢复战力。根据男生第一定律，男生在不行的时候，身边一旦出现女同学，就会变得很行。所以只要在战士旁边摆上女同学就行了。女生背后。他的马上今天在被外星人破坏，快沦陷了。不用慌，根据学校装修理论，只要学生一毕业，学校就会升级翻修，让学生通通毕业就行了。嗯，机器人动不了了。根据火锅定律，只要穿白衣服就会沾油，在油箱处挂上白衣服就行了。胖男博士，战斗胜利了，但是您的母亲在战场中失联了。别紧张，根据妈剑打法则，只要小孩一拿出手机，妈妈就会来没收。小矮个，别出来丢人了。可恶，在别人班的篮球赛到此为止了吗？你们三个快些注意！我变兔了，你变球了，好闪！写作业能救他了。我奶奶不识字，乱写肯定能对几题。奶奶，全选 C。哇！奶奶，你伤刚好，别乱跑。本届广场舞王是鹿奶奶。全班的作业都被我写完了，我是全校最强，把作业还给我们。就这，阿达做题只用一种解法，没有完全吸收作业的能量。我教你们八种解法，看好了。哪里懂？你们进步怎么这么快？竟敢背叛师门，这辈子休想再写作业。欢迎光临作业冰城，想要写点什么？我要数学波波，大本小题，微微拿加答案和附加题现写。
微微难是幼儿园的题，建议您点五分难。不用，我就喜欢写简单的。再加一元可以换购草稿纸哟。不用。要办会员吗？不用不用。好的，请稍等。祝您做题愉快。一岁一年级卷子题目都不加，只要附加题。没有呢，亲。一年级卷子有没有？可以去题吗？那我要一份一年级卷子，去掉口算、填空、判断、应用。没有呢，亲。一张白卷，加上附加题，能不能出？哦，你要的是一级级简单到真都假都题。就是这份。这份什么？一级级简单到。简单到真的假的？真都假都。真都假都题，完整来一遍。一一集集，简单到真都假都题。妈妈，那两个人好奇怪哦！快走，快走。一张一年级附加题。私人避险了吗？订单，请注意查收。你们纯手抄万字阅读理解，当我这20年的抄题麒麟臂是白色吗？你有三份写了吗？订单，请注意查收。啊，不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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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没事，我还顶得住。你先躺好，我给老中医打个电话，看看怎么治。哎，叫啥名来着？秀英耶，你上次问我的暴打柠檬狗猪蜜蜂找到啦！太好了，快教我。妈妈问到了吗？再用刀把它切开。皮烂了怎么办？皮可以全丢掉，只留肉就行。好可怕！追求品质的话，可以撒盐。哦，那我肯定撒盐。然后找一根棍子，用力捶打，打到猪全爆出来。不要啊！最后加水冰到冰箱里，晚餐时间再拿出来，给全家一个惊喜。哈哈，记住啦。中医腿就好了，可以接受我的欺骗。快去派出所急事找你，这是地址，这么远，快去快去。你被我骗了，哈哈哈哈，竟然骗到我了，真是好活。无法接受我的欺骗。你去哪？去操场走走啊！高山泉水凄凉地，自然沟通学习，可以接受的分享。三吉，借我手机。三吉，借我饭卡。三吉，借我房产证。三吉，借我。拿去拿去，通通拿去。无法接受的分享。手机借我张纸巾。
接受的插足。你们有玩塞吉传说，加我一个呗。来来来，一起玩。无法接受的插足。庄子，你不是我的尿巴子吗？为什么我选的永远是错的？你试试反着选呢。A B C， 我算出来都是正确的，排除，选 D。恭喜排除。新来了两个交换生，赛季，你选谁当同桌？我选。赛季，柳小姐姐不选。哈啾！执行吧，猎杀时刻。清北大学好，可是啊，这回选错了。